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唯有大餐暖我心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岳。今天是中秋佳节，那我们家呢，漂亮妈和漂亮的在北京，我带着儿子呢在美国。虽然说呢只有两个人，但是呢仪式不能少，中秋家宴必须得安排上。我前两天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？就是缺德舅，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很多网友给我了一些建议，评论最多的其实就是他这儿的冷冻的宫保鸡丁啊、芝麻鸡啊，其实就是预制菜。那我今天呢就准备在缺德舅里呢买几样预制菜回去做一顿中秋家宴，让大家看看啊缺德舅里的预制菜到底怎么样，好吃不好吃，我做一顿中秋家宴花多少钱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订阅老岳的频道，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，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。先买一袋这个柠檬啊，这是有机的，2块钱一磅。我前两天不是痛风发作了吗？后来看了一个中医说呢，这个柠檬水对尿酸是最好的，所以买一袋回去每天喝。这个网友们推荐的沙拉我都找到了3款，这是其中一款，但是因为它有三文鱼，所以我今天就不吃了。这边有一款是6个美元，这边还有一个是5个美元，这应该是一些蔬菜和鸡肉。说这款的蘸汁儿也不错，我正好可以试试。这个是6个美元一盒，这个找到了啊，是推荐最多的宫保鸡丁，它这个呢是卖6个美元。这个宫保鸡丁呢是652克这一袋儿，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预制菜了，冷冻的嘛，回去一加热，一炒一下，这可能连那个咱们那个半成品是不是都不叫啊？然后它的热量呢也不低，也就是这一袋大概有1000卡路里吧，太多了热量，这个热量有点太高了。咱们看看它这个配料表啊，这个配料表里似乎还可以，我没看见有一些我不懂的，似乎还不错。像这个冷冻的啊，我觉得这个菜就是预制菜，跟国内现在的是一样的。上次我根本就没看，推荐冷冻的其实是最多的。这个芝麻鸡啊也是很多人推荐的，这就是典型老美爱吃的啊，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，就是提前做好的嘛，就是典型的预制菜。咱们看看它背后的这个配料表啊，咱们看一下，这个一个袋儿是624克，1斤多，卖5个美元，它这个热量也不低啊。大家看，这个是600多克，所以是有4个包装吧，等于是每个包装是320卡路里的热量，这一袋是1000多卡路里啊，胆固醇含量也挺高的。咱们看看它的配料表啊，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科技和狠活，就有一个单硝酸硫胺素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有一个核黄素，我不懂。这款培根啊也是很多人推荐的，回去呢做腊肉小炒，这个据说这个味道跟国内的腊肉非常接近，加点辣椒啊一炒，这个是7个美元。有的朋友啊纠正我说缺德舅他是卖的呢是他自己的产品比较多，而 Whole Foods 卖的是有机食品比较多，这个是正确的啊，我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没错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宫保鸡丁，它都是这种冷冻的蔬菜、冷冻的花生米和冷冻的鸡，加点油呢，然后就在里头炒一下。这个应该说就是典型的啊预制菜。它这个还有酱，到时候把酱往这个锅里一倒就 OK 了，也不用加盐，可以了啊。咱们给它盛出来，出锅了啊。这两个菜虽然有点类似。这个是宫保鸡丁，这个是芝麻鸡，这都是典型的啊老美原来最喜欢吃的菜。那这两个菜我知道很多朋友啊讲究的人呢，他可能觉得这个菜太一般了，但是你要知道在美国很多人是上班啊，他没有时间，这个很方便很快，而且它最好的好处呢就是稳定，每次呢味道都一样，不会出错，所以最重要的环节是要尝。其实我今天做的这个2部荤菜一个素菜啊，全都是网友推荐的。我前两天不是发了那个缺德舅好吃的在哪里吗，这些都是。那我现在鉴定下来啊，如果会做饭，这两个肉菜，一个是宫保鸡丁，一个是芝麻鸡，
自己能做肯定会比这种更好吃一些，但它就是比较稳定，每次都一样，比较快，比较方便。沙拉还可以，那我也会呢在缺德舅里再多选购一些，给大家挑一些我认为不错的商品推荐给大家。中秋家宴虽然说只有两个人，但我们也是两个肉菜一个素菜，当然了我还准备了一块五仁月饼。刚说不说啊，这个 Costco 的五仁月饼还是真不错的，蛮好吃的。我先替大家尝尝这个宫保鸡丁啊，花生还比较脆，味道呢不离谱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啊，不会错。这个味道不难吃，但你说好吃吗？也很一般，因为它是预制菜嘛。但是对于赶时间的人，这个菜是可以的啊，我觉得。然后再尝尝这个芝麻鸡，它这个菜啊就跟外头的芝麻鸡很类似，当然了它热量比较高，酸甜口还比较甜，像熊猫快餐啊，像外的一些食街卖的那些中餐自助，这个味道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顿啊，两个肉菜一个素菜加起来呢不到20美元，这就是一顿我们的中秋家宴，20美元的预制菜，不难吃吧，还将就。我再试试这个沙拉啊，这个沙拉和这两个菜比起来真的是非常健康，它这个汁儿啊不多，没有那么多，但是菜还蛮多，所以非常的清爽，吃到下面的汁儿还是不错的，这个汁儿的味道还可以，我是能接受的，不太甜，那酸为主，一点点的甜味儿，这个汁儿的味道是不错的。不管怎么说啊，中秋佳节在这里呢，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啊。